我没想要干什么。房子我买了，过户到我名下，你们别再打主意了。那钱，明天我打给你。好，好，好。房子你跟小杰住啊，他要是敢再犯浑，不过我可给不起你房租啊。你在北京挣大钱，你不能因为这点小钱，就把你亲妈赶出去吧。那个，那你以后每个月还给我寄钱吗？喂喂，您放心，我肯定按时回来，不会耽误工作的。我出国都带着电脑呢。哎，您听，这是图纸的声音吗？不会耽误工作的啊。那个什么，我这有事了，先不跟您说了啊。王源，好，我挂了。您怎么来了？是不应该说我怎么来了？不是，我没想要干什么。我想过，没想过这么突然。去哪儿了？是不是应该带我去吃点好吃的？我回北京了，在火车站。你回北京了？不是，你回北京怎么不叫我一起啊？昨晚的事儿就当没发生吧，不用你负责。那我要想让你负责呢？Thank you.